Hello，影片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难得的商机。又到了每周四晚上八点的线上直播。好，那今天的时间是二零二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OK，好，那今天的呢，郑重呢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第十个品牌哈，买电力确实第十个品牌省油大师哈，或者呢你可以称之为省油宝啊，就是我们的 FFX 哈，Fuel Factor X。 啊，这个这个，呃。 啊、哦，最重要的是呢，让大家了解我们在省油的部分来讲话呢，那公司呢有哪些不错的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在汽车啊、哦，尤其是呢，不管你今天是机车、汽车，只要有加油的啊，有、哦、有加汽油的，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好、哦，非常非常适合用啊，尤其是像跑车啦，或者是像一些重型汽车，还有呢一些像工程用的车子哈、哦，所以你会发现省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重要的是呢，可以保护。 你的引擎啊，保护你的引擎来讲的话呢，可以延长你自己引擎的寿命。尤其是像目前呢，在好油价上涨的时候，那最重要的是呢，你如何看紧你的荷包啊？那等一下呢，会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影片，教大家如何看懂我们省油大师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OK，叫做 FFX。OK，好。 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兰 a n 老师。本身来讲的话，真的在网络行销的部分。戏里名，格局决定布局，布局决定你的结局。最最重要的是呢，你要如何好、哦、针对我们公司每一个品牌来去做怎么样好好的布局。 规划你的市场，OK？好，那接下来呢，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产品的部分。买电 i 确实你会发现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哈，有包含我们的营养喷雾，还有我们的 CBD，还有我们的像旅游啦，或者是加密货币啊，或者是精油的部分。好，这些产品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今天呢，最重要的是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行的部分。好，哎，在我身体的后面哈，给大家看一下哦。 啊、呃，这个就是省油大师的部分哦。所以跟各位讲好、哦、f f x 最重要的是呢，让大家能够看懂这个产品线哦。好，那。 不管不管你今天你喜欢哪一个产品，跟各位讲，公司产品非常多哈，尤其是呢，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品牌以及一系列的产品。那最近呢，啊，因为感恩节要到了哈，所以呢，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周来讲话，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呢都有 Bogo 哦，在国外来讲话呢，在欧美地区来讲话都有 Bogo 的活动。什么是 Bogo 呢？就是买一送一、快闪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呢，能够让你了解公司每一个产品它的特色，而且呢。 我们包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有优惠，好，非常非常优惠。假设。 您呢？这周呢，刚刚好呢。您的地点呢在是在什么欧美国家？那你一定要赶快抢到这个 b o g o 的先机，OK？好，那当然呢，有些人他就会问家、啊、说，哎，那未来产品有没有可能更多？绝对会，因为是趋势。那有没有可能马上做全球呢？当然行，因为这是必然的。所以告诉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哦。好，那接下来郑重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 FFX。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哦。 Have you been spending too much money at the pump lately? Gas prices are hitting record highs almost daily, causing financial pain at the pump for millions. What if we told you there was a way to save money on gas, drive farther, and protect the planet with one simple solution? Introducing Fuel Factor X for more than 25 years ffx has been used in large mining companies to improve fuel economy prolong engine life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reduce harmful emission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t'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single-use foil packets and 4-ounce bottles exclusively through my daily choice ffx is a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advanced fuel treatment other products may have one or two of our components, but none have all of them. Backed by an award winning chemistry and thousands of tests, FFX can be used in any combustible engine, gas or diesel, trucks, cars, boats, ATVs, RVs, heavy equipment, and more. Getting the most of FFX is easy. Use one quarter ounce to treat up to 20 gallons. Double dose your first two to three treatments. Use FFX every time you fill up. Enjoy the benefits. Good for your bank account, good for your engine, and good for the planet. Good for your earth 啊、哦，所以最重要的是呢，哦，保护地球，而且呢，也可以看紧你的荷包哦。你会发现到很多在加油的部分，我不晓得这个影片前的各位哈、哦，你们在加油来讲的话呢，你们。 一公升的油大概是大概多少钱哦？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汽车来讲的话，以前哈、哦、我们在呃油价的时候，尤其是台湾这边呢，在油价来讲的话呢高的时候很吓人哈、哦。啊，我们可能这一公升来讲的话是吧？三十六块啊、哦，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稍微荡了一点，不过后来又回升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加油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目前在加油来讲的话呢，确实哈、哦。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哦，以以前来讲的话，我们在加九五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适合的油精，那可以帮助你省下大大笔的一些荷包的一些经费哈。所以最重要的是呢，好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叫做 FFX，就是先进的燃油效能添加剂。好，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这个产品来讲话非常非常棒。OK，好，那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四大特色，第一个可以帮助你减少什么？ 碳的一些排放哈，还有呢，增加你的性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加九五来讲话，那基本上呢。 九五维持的性能，那你九二就可以维持到了。那为什么你不搭九二呢？是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什么汽油的添加剂、燃油的添加剂。好、哦，不管你今天你是用啊、哦、船啊，或者是柴油车啊，或者是汽一般的九九八的汽车啦，好、哦，或者是呢，比如说像重型机车啊、哦，还有像一些卡车之类的，只要是跟车子有关的啊、哦，或者是呢。 燃油的一些引擎呐、啊，啊，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第四个叫做延长引擎的寿命。跟各位讲，你会发现，来我这边旁边这个哈，小小的一罐啊，小小的一罐，然后呢，小小的一包就可以满足大家。你会发现哦，它这个罐子的瓶身很特别哦，好像有两个开口，对不对？两个开口呢，就是我们大的这个范围的部分，我们只要往下压，压完之后呢，它就会挤到上面的小罐子。那上面的小罐子就是告诉你我们。 每一次加的油的量呢，就是加这个罐子就可以了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好，好，那我们来聊一聊哈、哦，那我们最主要呢，FFS 它有哪些特色哈、哦？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引擎跟环境保护。有时候你会发现到环保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呢，公司的产品非常的厉害哦，尤其是买电力车的产品，非常重视环保。 那环保的话呢，可以帮助你。第一个可以爱护地球，那第二个呢，也可以爱惜你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可以省钱，可以看紧你的荷包。你不需要花九五的一个费用，你可能花九二的费用，但是呢，你可以维持九五的什么性能，而且一最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你的什么。 碳的一个积碳的作用，因为碳来讲的话，如果你积碳太多没有清理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引擎的寿命它就会下降。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而且呢可以帮助你延长什么，好像动机的一些寿命啊，或者是减少磨损。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燃油的经济性，好，减少呢有害的碳的排放物啊，那也可以呢什么提高我们车辆性能的能力。等一下我会带着大家看哈，有些人呢他会有些问。 问题对吧？没有错。那公司来讲话呢，我们有个非常好的就是 Q A 的一些资料。那等一下呢，也会带着大家看一下内容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容的部分哈、哦，来给各位看一下哦。我们一般来讲话呢，我们进入到后台的时候呢，啊，进入到公司网站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选我们。 我们的影片下方的链接就会进到我们公司的网站。进到我们公司网站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公司呢最近都会有一些活动啊、哦。假设呢你在我们这个周看到的话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公司有些活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 FFX 这个产品线来讲的话有哪些的一些特色啊、哦。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来讲话呢。我们在 FX, F X F F X 的产品，好，有些人呢他会问到一些问题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F F X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保固哦？其实跟各位讲，我们不会改变燃料的规格，我们只是让你的燃料呢运作的更顺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哦。那再来呢，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F F X 可能有一些什么特殊说明呢、啊？好，那这些来讲话，我们呃、哦、刚开始使用前呢，两三次呢可以加倍我们。 F F X 的量，那之后呢？每一次只要加注一剂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建议你你可以先加先加什么？先加汽油。那汽油加一加加一加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再加 F F X 就可以了。好，非常的简单哈、哦。好，第一个动作先加汽油。那第二个呢？啊，再加上你的 F F X 就可以了啊、哦。顺序不要搞错了，OK？好，那再来呢？我们在 F F X 呢可以如何减少排放啊？ 其实呢，它最主要呢，它 F F S 上面有写哈、哦，中使用的有机金属化合物分为好、哦，被称为什么夹层化合物，所以它可以帮助你延长你的引擎寿命哦。好，那有些人呢，他也会问说，哎，那处理率是多少啊？大概是一比五千哈，到一比一万啊，一比一万之间哈、哦。所以你会发现，像比如说像二号柴油啊，或者是呢，像一些新网值来讲的话好、哦，那基本上它的效果蛮好的啊、哦，甚至呢，我们在 F F S。 来来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不会啊导致我的引擎啊会出现故障啊？那我们都有经过测试，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公司产品来讲的话，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OK，好，那这些来讲的话呢，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在 Q&A 的部分，我们会也会把链接放在我们影片下方哦、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下载来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产品的部分哈，给各位看一下哦、喔。稍等我一下哦、喔。好，那产品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产品来讲的话非常的丰富哦、喔。那好，给各位看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购买呢？其实方。 呃，基本上呢，它的里面内内容来讲话很简单哈、哦。假设呢，我们要去购买 FFS 来讲话呢，建议你你可以购买这个套餐的方式。那这套餐来讲话呢，里面有一瓶，还有二十个补充包。那一瓶的话呢，好，那基本上呢，再加二十个补充包，我们金额来讲话是一百三十九块美金啊、哦。所以你会发现，好，它这个产品呢非常非常好。最重要的是呢，当你用了之后呢，你会一一直会去用它。为什么？因为它确实可以。 帮助你加油能够省钱，而且呢，可以维持你的引擎寿命哦、喔。好，那再来呢？有些人他就问说，哎、欸，那一瓶来讲话，啊，可以呢，啊，加多少次？哈，我们一瓶来讲话是四盎司，那一瓶呢可以处处理多少？三百二十加仑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换算一下，三百二十加仑，那金额来讲话才五十九块美金哈。OK。 好，那补充包的话呢，我们是四点九九美金啊、哦，所以一个补充包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处理多少？可以处理二十加仑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补充包啊、哦。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补充包你可以买多一点好。 这个是我们补充包的部分。好，那再来呢？我们在瓶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四瓶装的啊。假设呢你想要买四瓶装的话呢，建议你你可以买一瓶装，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的套餐的方式。也就是说呢，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后续呢你也不用再买瓶子了，你直接用补充包直接装装进去就可以了。好，那假设你要买四瓶装的话，分享给你的家人，好，让他们也可以去做使用。那美金的话是两百一十九块美金啊，我们是四瓶装啊，呃，总共是四盎司的。 部分，好，那甚至呢，我们在啊铝箔包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有十六包的铝箔包啊，所以这个就是充值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十六包来讲的话，我们的美金是十六十九块美金，OK。 好，甚至呢，你也可以选择用，比如说啊，十五瓶装的。那十五瓶装来讲话，可能是比较多的使人使用，或者是呢，你要使用量比较大的，那这些来讲话，我们也可以选择用七九九美金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 f f x 的产品来讲话非常非常棒。好，那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啊，怎么样去看到我们的产品，给各位说明一下哦。 好，首先呢，我们进来公司的网站哈，你会发现呢，公司网站的部分来讲话呢，我们今天假设呢，我们进去看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我们 FX 的产品，好，怎么选择呢？很简单，我们直接呢选择全部的产品啊，选择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在产品来讲话，我们可以选择好 FFX 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哦。 好，那下面来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勾选 F F X 的部分哈、哦，来给各位看一下品牌呢，你就可以选择 F F X。好，那你就会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哦，光 F F X 来讲的话就有很多种哦，不同的组合啊、哦，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四个的。 啊，四个的，或者是呢，刚刚讲的一三九这个套装的方式，好、啊，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那、啊、再来呢，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用十六铝箔包的，或者是呢，你用四盎司的部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五十九块美金，你买一瓶啊，或者是啊，整个加起来也可以啊，看你做做选择，或者是你直接买铝箔包也可以，但是呢，你这样挤挤挤的，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建议你有个瓶子装。 会比较好哦。好，那有些人呢，哈，他可能用量比较大一点，他可能需要用桶装的哈。这这个来讲的话，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那可以再跟公司公司联系啊、哦。比较大的大范围的部分，好，或者是呢，你可以用这个 bundle 的部分，就是什么一 gallon 啊，就是一加仑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到公司产品其实呢，尤其是在省油的部分，我觉得。 在那个呃，行车来讲的话呢，真的省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可以保护你的引擎哈、哦。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各位郑重推荐的，是我们的第啊、哦，我们的第十个品牌哈、哦，就是啊、哦、，Fuel Factor X 啊，FFX 啊，这套、哦、这个系列好。 好，那接下来呢？不免俗的，还是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好康抽奖活动啊。这样，今天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四号哦。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档期的。 好康抽奖活动，那好康抽奖活动呢？我们是十一月二十四号到十一月三十号，奖品有什么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哦。那我们这次呢，跟各位推荐的奖品呢，是我们的 Sleep 精油。那 Sleep 精油来讲的话呢，我们里面有像佛手干，还有我们的啊、哦、薰衣草，还有我们的洋甘菊，还有我们的结草，还有我们的鼠啊鼠尾草。 最重要的是呢，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很好入眠啊、哦！所以假设呢，你今天辛苦了一整天的话呢，你需要好好睡个觉，那你必须要用这个 sleep 这个这个精油来帮助你呢，能够做一个什么很好舒服的睡眠哦。 好，那怎么样获得这个产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抽奖的办法。好，抽奖办法来讲的话，我们分为两种身份哦，请大家听好哦。第一个，假设你是新朋友，你还没有加入买 daily choice，很简单，点选我们影片下方的链接，就可以立马加入我们的什么买、哦、daily choice。假设呢你注册的话，你可以成为优惠客户或者是正式会员都可以。如果呢你想你本身呢已经加入 MDC 的会员来讲的话呢？ 就会就会员的话，你直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那留言的话呢？ 好，记住哦，是影片下方留言哦。那留言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呢会帮你做抽奖的活动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新朋友怎么做呢？很简单，直接在我们影片下方呢，好注册，注册完之后呢，那你可以点选新会员或者是好、哦、新的优惠客户都可以啊、哦，看你要哪个方式加入都可以，只要呢你免费的注册，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会赠送你这一周的这个档期的产品哦。好。 那第二、呃、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如果你今天呢，你注册完之后呢，别忘了一定要告诉 Frank 老师。那这边呢有我的 Q R code，你直接呢扫 Q R code 联系我，然后呢告诉我就是，哎，你已经加入了啊、哦，那已经免费注册了，那我们会把赠品赠送给你。怎么赠送呢？很简单，记住哦，第一个你要先免费注册我们影片下方的链接，第二件事情呢，啊，我们的 Q R code 我们在。 左手边的 QR code，好，扫了一下呢。接下来呢，你直接呢告诉 Frank 老师，你已经免费注册了。好，填写你的收件地址，还有你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我们会把这一次的奖品赠送给您。好。 好，那如果假设你本身是已经入会的朋友，别担心哈，入会朋友你直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满五个人我们就抽两个，满十个人就抽四个产品。同一个账号多次留言拍戏内，我们只算抽奖一次哦。好，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每周三晚上八点都会公布得奖名单哈，所以大家请密切注意我们的。 团队的粉丝页，最重要的是呢，一个好的机会，买 daily 跌利 c e 邀约分享成长，在我们的 MDC。好，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啊，那我们下周呢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更经典的内容告诉大家。因为呢，我即将要告诉你如何去推广买 daily 跌利 c e 以及呢如何运用买 daily 跌利 c e 的后台相关的资源。假设你还没有注册的，请你赶快要注册；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经营的，也要赶快经营哦。 亚洲市场准备要启动喽！感谢大家，拜拜。